Paus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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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use. Oh.我们法务部调查局接获线报，在这个云林地区有出现这个疑似护法集团的一个外地年轻人，那他们在这个平常的时候都会不定时的外出采买，那因为他们都会买一些大量的鸡排或者是这类民生日常用品，那就引起了这个当地居民的注意。我们在109年9月23日执行拘提及搜索，当场查获该电信诈欺集团肖某等计12人，并且查获他们诈骗所使用的 iPhone 手机、网络分享器、电脑、笔记型电脑、监视器等相关证物。那集团成员当场企图湮灭罪证，那并以这个随手可取得的物品来做一个灭证的动作。那这个集团呢，它就是利用这个新冠肺炎的时事热潮，向大陆地区的不特定民众来发送这个已经核拨医疗保险费的简讯，那诱使这个受害人心生畏惧，而认为说这个他们已经收到医疗保险费的费用。那他们看到简讯上的这个号码之后做回拨，那他们在这个回拨的电话里面就会通知，请他们这些被害人要缴回已经核拨的医疗保险费用。这个大陆民众这个心生畏惧之后呢，就把这个款项汇回这个诈骗集团指定的人头账户内，遂行这个诈欺。